多谢，将个台交晒俾你。再一次多谢 Johnny， 好多谢大家嘅掌声。好耐冇见啦，你哋好吗？我好挂住你哋噶，你哋有冇挂住我噶？好开心咧，今次又是有机会翻到嚟香港，为呢个金曲情牵半世纪演出噶。其实今次呢个演唱会咧，非常之有意义啊！话明是情牵半世纪嘛，即是说今晚我们所有的歌手和我们拣唱的歌曲呢，首首歌呢都是伴着你们一起成长，是你们的老友记。